华西都市报10月24日报道，近期 TVB 古装神话剧《无双谱》正在热播。22日，有网友晒出一张鲤鱼精变身的片段，特效遭到大批网友吐槽，调侃剧组应该是请了86版《西游记》的特效师助阵。无双谱是由香港电视广播有限公司2015年制作的古装神话电视剧，同时也是香港无线电视台2015年创新经典的重头剧。本剧由李耀祥、黄宗泽、田蕊妮、黄浩然、郭羡妮等艺人演出，由罗振岳监制，邵丽琼编审。本剧是翻拍自 TVB 于1981年制作的同名电视剧《无双谱》，此剧也是郭羡妮在香港无线电视台服务16年后的告别作。余温速递整理报道。华西都市报10月24日报道，近期 TVB 古装神话剧《无双谱》正在热播。22日，有网友晒出一张鲤鱼精变身的片段，特效遭到大批网友吐槽，调侃剧组应该是请了86版《西游记》的特效师助阵。无双谱是由香港电视广播有限公司2015年制作的古装神话电视剧，同时也是香港无线电视台2015年创新经典的重头剧。本剧由李耀祥、黄宗泽、田蕊妮、黄浩然、郭羡妮等艺人演出，由罗振岳监制，邵丽琼编审。本剧是翻拍自 TVB 于1981年制作的同名电视剧《无双谱》，此剧也是郭羡妮在香港无线电视台服务16年后的告别作。余温速递整理报道。